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护国神山珊珊老师。今天行情非常的精彩，一大早猛爆猛爆再猛爆，一大早预估5000多亿，后来4000多亿。今天我想很多人动作跟我完全不一样，请看我今天盘中一路大到货，但是我看到很多蚂蚁雄兵一路的用力追用力追用力追。今天很多的热门股票，还有我一路辛苦经营的股票，今天万般耕耘未喷出，我逮到机会曝光了。所以今天如果你有去追这些股票的话，请明天留意这些股票后续的变化。在今天这种行情当中，当然大盘要往上冲关，一定要滚量攻坚。但是在滚量过程当中，各位要分清楚，是滚量拉起来出货，还是持续的滚量一路的喷出。有些的股票近期比较休息，但是明后天我先预告换他们接棒。这阵子每个人都在谈 AI， 我想我从上个月月底还有这个月的月初一路要大家霸占的星星月亮的股票，我想到了今天一次收割。很多人很佩服我的勇气，当全市场没有人发现这一块，我已经斩钉截铁请你注意再注意，因为大家听过一次可能忘记，所以我给它取名月亮，取名星星。这段的过程当中，大家永远不会忘记。现在要解大盘之际，我先拿这些股票与大家分享。喷到外太空333，哇，跟我的名字一样，333。运钞车开出来，月亮的弟弟，运钞车开出来，急喷194。大家应该很久没有看到1.1万张的维新，大家应该很久没有看到5.3万张的技嘉。我想有一句话，大家永远不会忘记，但是当你在市场里面那一刻，你绝对忘记，量大好出货。今天我要跟大家讲5.3万张，早上看不出所以然，尾盘看出来了吧，有本事的卖到这一块，我就是卖到这一块一次倒光，稍后与大家分享我成功的经验。今天的大盘，中场大涨99点，但是单一 K 线红锤子。大家都知道铁锤一个柄比较长，这边比较硬，对不对？它这边是铁的，什么材质就比较硬的，这边一个柄。那么当锤子一敲东西的时候，很可能不是裂掉，就是会打钉子钉进去嘛。那今天这根红锤子比较特别，它是建构在今天跳空上开，今天有留一个空洞。那么很多人会解读这个空洞叫做多方缺口，没有错。但是问题是，这个空洞上面伴随一个锤子，你去想，一个东西锤子有点重量，那如果你这个洞不好好的悬的话，这样了解吗？请看，今天单一 K 线叫做红锤子，这个须须非常长。今天这个格局也在我昨天的预料当中。我记得昨天我们的大盘反托走涨 K， 我跟大家讲到过，这一切一切所有所有完全照着本间 K 线的规划在走。我想你每天去追踪我怎么解这个大盘解个股。昨天这根线我这么解读，前进二红，由于这边已经化解三胎压，第四根没有破线，所以我说转为回档350，这个过程每个人记忆犹新。然而昨天出现了这根线，前天在昨天这根线，我说这叫前进二红，
上面有个高点叫做17130，我昨天这么提到过。若今天7月13号能够续攻收红，那么三根黑 K 的最高点绝对攻过，就是这一根，对吧？我跳下一张，各位比对，听到这儿有没有攻过？我想这个盘，我每天在解未来。今天只要走这个规格，第三根最高的黑 K 绝对被攻过，今天完全攻过。这边是17130，今天最高17223，越过越过再越过，对不对？好，那么这时候跳回来，昨天有这么提到，今天关键价16913，当然这是适用低盘开出，今天是高盘开出。那么昨天我讲过，昨天是持续放量上攻，昨天由于电子、AI 还有厨电哦，就大家说那个电的所有相关的一起齐攻，这也验证我之前告诉大家，商机来了，钱财就来。那么我请各位注意了。今天开高跟开低，那么今天开高对不对？好，我们来看，我说虚开高走高守昨天的高点，因为昨天收最高，对不对？行情直喷万七之上，全部打针。然而今天出现这根线，该如何看待？请看，今天这根线好玩了，拉近。今天这根线啊，大红柱，昨天今天选了一个多方缺口。今天开盘就是今天最低点，但是后来拉上去之后反打，所以呢今天涨幅没那么多。后来这根线呢，它变成了一个标准的红锤子，但是红锤子呢中间夹了一个多方缺口，夹了一个多方缺口，照理讲应该是大家认为是强烈多方讯，但是往下拉，你伴随着这么大的爆大量，这可以称为台股近期的爆大量，4648亿。而在4648亿当中再拉上来，你既然能够虚虚这么长，表示虚虚这么长是拉高直接打下来，这叫拉高出货。虽然各位看到今天有多方缺口，但是我刚才讲过，每根的线摆在每个位置不一样，解读完全不一样。一个锤子它是有重量的，你悬了一个空洞，那你要保佑那空洞架得很好，不然拱就下来，这样了解吗？请看。所以今天形态叫做跳空爆量收红锤，这个是很特殊的转弱讯哦。除非明天一举越过关键价17213，否则各位手上有去追高的明星热门股，请小心，小心什么？拉高出货之险。几个重点提示：日 K 三连红绝对没错，可惜在第三根当中爆大量又收空心红锤子。我今天一直讲这个概念，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听过，很多人也不知道，很多人今天才有吃奶的力量挤进去追，所以我的标题看仔细。我之所以叫何大胆何快手，是买人所不敢买，而卖在别人最高兴的时候。我当时邀请各位，当商机来了，你要霸占，买关键点位，不是帮主力抬轿，也不是花更多成本去追价。今天我不用压低出货，拉高高砰出去倒光了，这就是我的做法，所以大家可以复制我成功的经验。这个时候可惜收了这个锤子，对不对？好，那么很多 AI 的热门股呢，大脚今天的确一路拉高高，有的喷到外太空，但是从中尾段反手倒给散户，注意了，明日将主流意味，这些热门股明天很大的几率会做一些修正，因为万般拉抬未出货，万般喷出未收割。那今天这些收割很明确的是有了很长的尾巴，甚至于技嘉能够从快涨停打到变黑色的，这个不用我讲，你们都知道在做什么动作，对不对？所以明天这笔资金会转到哪里？转到别的类股上面，请注意。明天给各位的关键价是今天虚虚最高点，明日开高必须走这条路，开高走高过今天高点，否则反打必收黑。本间 K 线解盘，针针见血，讲得清清楚楚，最好不要走这条路。明日开低，注意了，今天开盘就是今天最低，还有留多方缺口。那么明日开低，今天的跳空的多方缺口必补，一收中长黑。我想我今天解盘，全市场没有人这样解，
但是我完全秉持的客观，而且是本间中久所流传下来的形态学组合破解给所有人听。所以每个人说每天不看我节目，还真的不知道明天的关键价或大盘的来龙去脉。虽然大盘明天会这样演变，但是也有一种可能，狂暴直接越今天的高点，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再看一遍，这条路一定要走这里，没有后面会是这样子。明天这个没有好好的守住，会这样，好不好？解完了。但是今天我要把我的喜悦分享给大家。我今天开了很多台运套车，但是我非常的低调，因为钱我赚走，我再走了，我不需要去炫耀。我希望我会员把钱藏好，我明天还要再出击新的股票。那这档股票是我今天全数倒光光，我今天卖到高高的位置啊，这个是我很自豪的，一路从那个245到250一路进货，进到今天一次倒光，佩服我的勇气，佩服我的眼光。这档股票170一直告诉你们，今天急喷，二话不说全部倒光光。当然我今天在 Telegram 上面有跟大家讲，这档太阳王我要与各位分享。昨天我才讲我进去买，就今天直接亮灯涨停。这档股票呢，太阳王，昨天我这么说，商机来了钱财就来，要霸占的赶快来。我说从没有量滚到有量，增量滚到有量，而到昨天这个样子，大脚买成这样快哦，这是还没涨够哦。好，那我先就停在这里，我让各位先比对一下啊，一模一样对不对？一模一样对不对？盘中涨停，我全部倒光了，就尾盘尾巴这么长，一模一样对不对？今天量更大，对不对？好，这到底是哪一档？我下一节马上公开。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要提醒所有的人，今天这两行字再去悟透一下，如果今天有追到热门的股票，我卖掉的股票你粘在上面，或者是追到最高点反打下来的，明天皮要边剪一点。我们金融刚马上进来，能源投顾和分析师今年本间 K 线88种形态，透析阴阳 K 线的奥秘，为投资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创造人生财富。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人生如股市，变化莫测，时高时低。股市如人生，乐极生悲，否极泰来。唯有客观分析，精准研判，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创造人生财富。轮源致富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做股票你定好策略，按部就班，就是如此。本间中久客观的精神就是要敢买敢卖，逮到机会全部一把抓，逮到出货的机会全部倒光。所以市场上叫我何大胆跟何快手，我做股票就是如此干脆，扭扭捏捏再想一下没有了。请看昨天跟大家讲太阳王，星星月亮没有赚到的太阳王，对不对？那太阳王到底是哪一档？我这节先公开好不好？一模一样的图，对不对？这是昨天嘛，这是昨天的图，然后今天更高，今天碰到外太空嘛，所以更高，一模一样，对不对？今天量更大，那今天一大早盘中亮灯涨停，那后来它没有锁涨停，量太大，我全部倒光。这到底是哪一档？大家比对，一模一样，对不对？好，一模一样。好，现在想要知道是哪一档吗？三、二、一，高技，高高的位置啊，当然叫太阳嘛，对不对？高高挂嘛，这张股票就是我啦，太阳王高技。快闪一日运钞车开出来，今天要锁你就锁干脆一点，开开关关必定有人到货，所以我抢一日行情全部倒光了，够棒吧？
今天所涨停，没有锁住又爆大量，这个量太大了。我昨天才讲这个量很大嘛，结果你今天爆太大，爆大可以，但是你锁不住啊，那我就把它卖掉，好不好啊？这张股票对他来讲，这个量实在是大到有点可怕，因为本来没有量嘛。那你今天太大，要大你锁住，我绝对留你；你锁不住，我全部倒光。好，那今天全数获利落袋，快闪一日。昨天91.1，今天104啊，12.9。10张12万，100张120万，我的会员帮我掌声鼓励，钱就这么赚的。OK， 那这张股票啊，我快闪一日，明天会不会买？还是后天会不会买？近期准备再买回，欢迎有钱或是这张股票今天是最高的来问我关键买点或是关键卖点。好，我拆开了啊，我这人说话算话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我做股票如此干脆。现在来想一下，这档呢？很多人到现在才认同，啊，很多人认同什么 AI 女王要来了哦，开始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是讲过吗？当大家听到 news 听到一样的，你解读是什么吗？你早买不就好了？来，今天有被黏到天花板的来找我自动自首，好不好？我先翻这边的资料了啊、哦。当时这档叫星星的哥哥，星星比较小嘛，星星的哥哥就月亮。对不对啊、哦？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然后呢，十字转折啊、哦，拉大红嘛。我说这个股票呢，后续滚量直接猛爆，对不对？我7月3号请会员去买，结果7月4号立马拉涨停。所以呢，你要看我的啊，这个东西才是正确的，不是呢？狸猫换太子那是没有用的。260你在哪里？我不知道。7月10号273你在哪里？我不知道。7月11号276你在哪里？我不知道。7月12亮灯涨停300元俱乐部，你在哪里？我不知道。啊，今天呢，哇，刚刚好符合我333 bingo， 全部一次曝光，请看这段的过程，没有人比我更坚持，后知后觉可以，但是没有赚得多，是给大家比对，直接喷涨停。所以我会员说跟我做股票很过瘾，不用等，好不好？那这样喷，这边我还告诉你不要被洗掉，运出格局。我那天新会员还接到260，敢这样讲的，我有凭有据，好不好？跟我做就是如此。这种黑 K 大家跑光光，哎呦高档哎，没有过高赶快跑，你要看形态学好不好？7月6号，我说在这里啊，注意哦，增量将喷外太空。7月7号，我还帮你画线，本间 K 线不随便画收敛，这天我就帮你画。我说这种收敛伴随这样是主力在洗盘吃货，不信你就跑掉吧。补量易上图，结果呢？这种盘谁解得出来？来，7月7号补量易上图，7月11收这个，我说这叫中继十字星，本间 K 线目标在哪里？到这边，我会员已经说：“老师，你赚爆了嘞！”我说：“等一下，我还没赚够。”12号，哇，涨停304，哇，300元俱乐部还没结束，我还要抱着。昨天10张59万嘛，对不对？啊，今天的哇，猛爆，赶快全部倒光，因为今天这个量太猛爆了。一大早啊，停在这就可以，我自己找资料。一大早这副德性啊！拉拉拉拉拉，那这边就不对了嘛，拉到这边你要直接过嘛，没有，好倒光，结果后来出现这根线、啊哦、很多人去追高才发现开高杀低变黑色的，今天收盘这个数字呢破300啊，你去想你差多少价格，今天在这边呢我全部倒光，并且跟大家技术教学，这根的线叫做反差入手线，当它喷到外太空爆大量的时候再反差过来叫反差入手线，这种股票3日之内未过今天的高点，请你注意，此波暂时大功告成，全数获利落袋，不客气，245-33388元，10张88万，100张880万，数钱数到手抽筋，希望下一次有您的参与，过瘾吧，好，早跟我就好嘛，干嘛去帮人家抬轿？主力出货不会告诉你，主力吃货也不会告诉你，我是很诚恳请你买的嘛，对不对 ？OK， 运钞车开出来，万般耕耘未喷出，今天我一次收割，可以吧？可以。
一点一万张，大家都知道月亮地是谁嘛，对不对？一点五倍，一七九你在哪里？我不知道啦。一七五你在哪里？我不知道。一七三你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哎。哎，这个六月三十啊，一条线呐、啊，对不对哈？那我们今天看到价格啊，一九四。你讲到一七几碰到一九四，少算都二十块嘛，对不对？这个数学不用计算机嘛，六月三十，对不对？我都给你们公开了。啊，这边呢，我说没货赶快补啊，注意下周反转讯嘛，七月七号下周是本周嘛，对不对？我解得很好哎、欸，啊，马上拉这个，啊，再拉，第三根，一二三，一二三四。喷外太空一次收割倒光，哇！什么时候看到微星这么大的量啊？啊！此波暂时大功告成，全数汇入我袋，一七零到一九四二四元，十张二十四万，一百张两百四十万，掌声鼓励！我的会员要爱我，对不对？我每一档都把你这样爆赚的。今天很多人要去追，我们全部卖给他，好不好？我明天买新的标的啊。那这个啊，这两档股票听仔细了。我昨天已经跟各位说过啊，这个亮晶晶玉军光，昨天开小胖卡卖一半嘛，对不对？昨天价格是434啊，那这段过程我就从昨天解了。昨天十二号我讲过，它434没有过这个436，所以我昨天必须一大早出了一半。后来昨天收这个大阴线，对不对？那我说今天另外一半我怎么做？那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国轩卖了一半呢，光这样48元涨幅，10张48万，100张480万。那么今天我没动作，因为我昨天卖高高的，今天它没有像别的从高档打下来，它反而是温吞型的，所以跟大家预告，昨天卖高高的，我等明天要准备接货，因为今天量缩。那明天呢，请各位注意了。他已经昨天修正一根大阴线，大阴线对不对？那我的目标在箭头附近，已经量缩了，这表示主力在洗盘啊、哦、这边。所以呢，昨天到今天你看哦，快速回跌16.5元。那如果你像我昨天卖高高的位置，你不但钱已经赚到了，还不用忍受它下跌。现在我会员赚那么多钱，还在等它最好跌多一点，我们要再接回来。所以欢迎所有的大脚。你有现金的，或是这档股票去追高被黏住，赶快来找我。只有问我才有用，你问谁都没有用，因为这档我从底下经营上来，对不对？好，那这档跟大家讲一下，它叫做利基哦。利基我昨天卖高高的，各位都知道，昨天开小胖卡嘛啊、哦。那我把昨天资料给各位看啊、哦，这要有凭有据啊，不是说哦跌就是卖掉。昨天我说，因为昨天它没有过高，所以我卖一半，对不对？昨天大阴线崩落，对不对？那我说今天另外一半怎么做？昨天光一半呢，就十张呢，这边就是24万，一百张要240万。结果昨天到今天，你知道吗？快速回跌15.5块。那昨天卖高高的呢，今天我没动作，因为今天呢，它算是一个合理的震荡，所以呢，我跟大家预告，我明天等接货。好，明天等接货在箭头这附近，好不好？那我此次从170做上来的，昨天卖得很风光。欢迎有钱的或是这张股票去追到高点的来问我，记得哦，问谁都没有用啊，因为他不熟这个股票，你问谁都没有用哦。而且我做股票是速战速决的，好不好？那这些股票呢，赶快想办法来问我。那当然，这个股票呢，注意了，主流意味，注意这种的，主流意味，注意这种的。然而。这档股票，我今天做好心人告诉大家，卖了那么多股票，这一档牛刀小试，全力扫货，注意后续的爆发力。所以，明天我要什么动作，把你钱准备好，千万不要帮主力抬轿，我会保护你，顺便告诉你怎么削大把的钱。趁胜追击，178，大家一起发，祝大家 call me 成功，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赚。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